节课我们来讲成语填空。第一题，小董明你来。含笑半步癫。我一会儿让你含呗，你信不信啊？这叫皮笑肉不笑。知道了。来下一题。一看三缺一。你是来打麻将来了？还三缺一？再想想。一天三顿打。哎呦我的妈！你马上就真挨打了啊！一问三不知。好，学会了。来，下一题。老师喝高了。我喝的有多高？有我现在血压高吗？有。还有，再想想。老师举高高。来，这叫名师出高徒。你再讲吧，举什么高高？我举得动你吗？最后一题，好好想想，用点心啊。在下高启强。你电视剧看多了吗？啊，再讲吧，你是来学习的吗？存心来气我的是不是？去去，你给我到后面站着去。能。